是 Lily。哦，那看名字就不用讲了，长笛 Lily， 长笛 Lily 最厉害就是福禄多了。福禄多，福禄多，福禄多，你是以前就学音乐的是吧？对，小学先开始学钢琴，哦，然后后来学长笛，然后考音乐班。你不要偷人家长笛，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，他有带，有带琴玉小笛哥。哦，这个要这样这样拿出来，对。你就拿出来，你真的把长笛骗出来，对，骗出来，我请他骗出来。制作单位特别指定的，要送给宪哥，叫做慢慢喜欢。哦，你的最爱。慢慢的，来，欣赏一下。哎呦，好有气质哦，哇，好美哦。对呀，对呀。还是他睡着了。吹那个长笛的时候，看起来有点像尼基塔。有，也就是说，突然真的，也就是说有一点像谢欣燕。谢欣燕，我小时候也在啊，这样说，真的，哦，身材对对，是那种瘦高型的。嗯，对，今天没有找谢欣燕，对，只有找到长笛。小谢经验，小谢经验。但我们要不要就把画面留在这就好？对的，真的。但是我已经，那个，你真的有练吗 ？BBQ， 完了 ，BBQ。他吹，然后我帮你按指法，这样。哎，还可以。哦哦哦，这个完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预备，七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还是吹，对，然后你要唱，去吹够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天哪，好难 ！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真的 Barbecue 了 ，Barbecue 了。